双星电子杯世界电竞大赛中国区锦标赛北京分赛区第三比赛与魔兽争霸部分比赛，现在进行的是败者组的决赛，对阵双方在 TS 上的出生点位。十点钟，灰色的兽族小白胜家是从胜者组败下来的一位选手。七点钟位置，紫色的人类 UST Secret 张志涛败者组胜者。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情况。首先 Secret 是使用了带流的开局，这样的话看一下现在的情况，依旧是在放下自己的农场之后迟迟放下自己的兵营。那这样的话对于 Sky 流的开局啊，前期的这样一个发展，对于如果没有足够的 Fortman 的话是很容易被对方所压制。这样的话尤其是另一边小白是使用了先知作为自己的首发英雄，但是现在还没看到，当然在按照他性格来说，按照他以往带来的几场比赛，他是酷爱先知，所以说稍后应该也是会看到先知这样一个英雄的出现。那先知如果和 Sky 流所比的话，本身自己前期的 MF 能力的优势就会被大大体现出来，因为 Sky 流毕竟在前期少掉这个 Fortman 作战能力是要弱掉不少，因为大家本来兵就不怎么多。又补下了一个人口之后，我们看到这一次 Secret 是使用了完全封闭型的建筑式格局，并没有，哎，这好像是被我们称之为狗窝人族的那位选手，就家中的造法会非常的难看。乱来，但他的性格有可能就稍后这一圈全部是不对，一圈全是房子，对，这就是这一圈，然后导致哪都去不了，而且兵之间还会互相的卡住。但是啊，在 TS 的右下角，我们可以看到这片空间非常的大，如果在这边再稍稍伐掉几颗木头，还是可以并排的放下很多个像比亚建筑、比亚神秘圣地，或者说是那啥来的商店，对啊，对于 Secret。那可能真的很喜欢是会用法师的部队啊，像那个叫 Secret 神秘嘛，然后那个是神秘圣地，那个还是神秘藏宝盒，就是商店的那个名字。哎呀，这双方的开局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他们两个是要决出的是自己的胜者去挑战一下最上面的 WM 赛，而赛好像到现在我们就没直播过他几场比赛，而且每一场比赛几乎都非常的快。先知带两只狼，带了一个 Grunt。对，大狼带小狼，这次先知也是并没有选择去压制对方，而是选择直接是啊不，并没有选择去 MFS 直接压制对方。其实这时候还是有点细节，比如说狼一出来就可以选择直接封到这个点上，两只狼就可以把它搞定了，不用多想。那大部队在你跑到对方家里的时候，冷却时间差不多又完了，又能够再自招狼，而且那边就等于白得了很多的经验。这边有一个第一攻击目标非常的糟糕，选择了打了一个 Fortman， 这样的话里面这个农民还得多打一下。不用多管，一只狼就能够把它解决，还能够把里面采木农民进行点狙杀，同时追上前线找一些选择直接来抓 MF， 找农民状态的农民。哎，这只狼在外面就没什么意思，这边要被击，这只狼就那在这种情况下杀了两个农民，对于 Secret 来说还是比较的亏。同时这两只狼的时间也是快到，并不用急着再召唤第二次幽灵狼。现在正好 Secret 你去练级，我去练你，这样的话第二个 Grunt 补上来。其实这个时候过早的补充 Grunt 的效果似乎并没有什么体现得出来啊，这个 Grunt 仅仅只是对 Secret 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啊。如果他想用一个压制性打法的话，还是建议比较的向科技方向靠拢，毕竟这个时候对于 Secret 就这时候你可以第一个 Grunt 你是有必要造的，必须得向对方表明我是一个单兵营正在造兵的状态当中，否则就对方一激动，可能一个一本套位二血兽族会变得非常难扛。对，这样的话是第一个 Grunt， 因为对方我们看到这回他并没有进行侦查，这样的话先造一个光头之后马上步补第二个地洞，直接升级科技的话能够让自己在科技路上极为领先，而前期多出来的光头其实对于战局的影响真的不大。他在干嘛了？他在练级啊。对，他想进去拿那个宝，虽然老半天都没拿到。这边狼时间是到，狼是抓是抓晚了。对，其实这因为人类刚刚自己也去练了级，但最关键的是啊，人类刚才 SQ 的刚是买到了一双鞋，而且这边宝物很不错，加三智力加一个15%手套，这样的话本身加了攻击力之后还能够增加它的攻击速度。最终升级的科技 ，SQ 的还是想走一个这样一个单抗 Sky 流的打法，还是在两本之后会进行男女巫加配合兽王的这种配合。但是水元素的阵地战能力啊，还是要远远强于幽灵狼。幽灵狼的魔法值召唤速度会非常非常的迅速。看一下这边是找到了机会，把先知打到一个比较残废的状态当中。虽然说双方攻击都是相当，但是大法是有些，而先知没血，大法是可以全身而退的情况下，对于对方的先知造成一定程度的狙杀。双方在这样一个互相来回的游走，而这边先知在被托特曼卡了两下之后，Secret的操作也是并没有能够跟得上来。
啊，先知这时候并没有去买蟹，而是继续的晃悠一下，这个时候在等待自己的两本科技完成。我们看到蟹已经完成，小白家中这个地洞造的就很难看，就这个地洞怎么有点歪了，对吧？是啊，但是我觉得协防的作用还是不差的。对，继续来看一下下面另外一个建筑鼻翼的摆放。我们看到它是优先升级了这样一个兽人狂战的狂暴，这样的话也是能够把自己的广场提升到800滴血，同时加3个攻击力。兽王来之后进入到 Sky 流的第一波压制，对对方家中的一个二本建筑进行压制。而且我们刚才在前面的比赛当中看到，小白是非常钟爱于飞龙以及小白就是萨满这样的配合，在地洞里面加上两个苦力之后配合部队的火力输出，这样的话在第一时间先对对方的部队造成损失。但是这个时候视野上面还是做的并不是很好，并没有把攻击目标第一时间选择锁定在对方的一个重甲的波特曼身上，而且自己一个广场是被蒙在里面。同时先知是被打到一个残废，第二英雄牛头还是有正残出来，一个波特曼换一个 Grant 对于 Jack Quick 来说还是比较的赚。那你看第二个兵该怎么办，记得这个波特曼应该是没救了。一个冲击波，看一下冲击波，好的，非常漂亮，漂亮。而且这个冲击波还顺利的波到了大法师。同时虽然说大法师血不多，但是 Grant 的血更少，这个 Grant 带走了，所以说这边少就会伤一个 Grant。 两个波特曼这样 Grant 对于 Jack Quick 来说还是比较的优势，可是我们看到他两个英雄都在一个比较残废的状态当中。同时现在的牛头啊还有一次冲击波在手，同时闪电链也有，现在想找一个机会 WC 连击干掉对方的英雄。但是大法师有大法师是把鞋交给了兽王，而且兽王这个时候在追这边的先知就行了。这回神点的有点太早，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的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往对方家中冲，想要把你闷在里面啊。对，先知肯定要往下跑，看一下能不能够跑掉之前啊还是能够跑掉，要还是尽快的把自己的部队恢复了健康当中。Grant 也在恢复中。对，但是两只灵狼能看吞一下时间。哎，这个 Grant 真太没有意思了，而且大法师可以回头点一下对方的药膏。对，那这个 Grant 应该是送掉了，没意思。而且先知药膏也中断了，又是一个不特曼换一个 Grant。 而这边两本完成之后马上女巫就加到战场当中，而且一旦随着男巫过来，战局将会发生非常大的逆转，然后的加血能力实在是非常的恐怖。女巫的减速又会让这边应该还能再杀一只狼，还没有打狼选择打 Grant， 这个是以经验放在面前不要，而且是白送了自己啊。我们看到果然是飞龙加，有没有加萨满，还是飞龙加萨满。这样的话他们的这支部队它爆发力相当之强，但是它的持续作战能力相当的弱，因为萨满本身的魔法值并不是很多。狼追出，狼一般都是追逐的，就即使在现实生活当中狼一般都还是要比出门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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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是省着很省着，并没有使用药膏，想通过辉煌光环配合男巫慢慢的加回来。哎，这个操作太失误了，这回的居然没有关女巫的减速。哎，就没关减速不代表你是就不可能，他是因为想用减速来打怪，因为他一旦释放减速，中间那个巨魔母是会第一时间使用驱散把减速给驱散掉。嗯，这样的话你用自己的魔法跟怪来换，跟这个怪换就没有这种说法的呀。就你看两个女巫就一上来，你看又用了一个减速，这个怪还差最后一下就死了，他用了一个减速，这些细节还是会很严重的影响到选手的战斗力啊。否则我们看到如果这些女巫都有减速的话，就在战场当中女巫的减速就是和对方的一些驱散能力所抵拼的。女巫如果没有了魔法的话，后面再狠了的话，你看现在女巫的魔法还在好，这两个男女巫都没有了魔法值，新来的这个女巫马上新来的女巫又把魔法值给用掉。好在经验之书啊非常不错，经验之书为自己送来了。哎，这个野怪很猛啊，一人电盾，大法师达到3级。哎，这个时候大法师在趟自己的农民，大法师啊，对方因为狼骑你往后面退退都不会死，当然对方有萨满能够定一下，但是萨满只能定那么一下，这边这样的话自己的农民全部死光。大法师交换水啊，大哥，这边是拿下了对方的这点经验。我看一下现在兽族身上有加速章，所以说还是有机会可以全身而退，但是他的宝比较差，加6，不过至少也是个好宝物，至少也是对对方一个资源的练级资源的限制。那这样双方48口小白45人口在亏的要 A 了，不过这一波 A 下来看这个情况还是Secret 的稍稍占优，狼骑加入战场。虽然说我看到第一时间驱散掉了所有的召唤物，但是时间上面来说，就现在两个小白是已经完全到了空魔的状态当中，现在后面那个小白还能去一次，狼骑加入战场还能是减压速，但是我看到加速时间是完了，这时候不用多管控制，女巫不能打人，就是一定要控制女巫全部冲来手动释放减速，还要减速放啊，否则就会跑路了。嘿，那现在还没有在释放减速，对方的减速时间就快要到了。
这时候全部追上交换物，好，来了一个龙鹰，但是对方的狼血网是好了，这样的话又没有能够成功网住这个龙鹰，龙鹰意味着高经验就白送了一个龙鹰，死了，对，真的是有点太心急了，但是好在也是有机会第一时间点掉对方的这样血量飞龙，飞龙也是高经验，还是高雷武王者，对于现在小白来说这一盘就很难很难打，仅仅只落到40的人口，而且还有两个兵是卡在了卡在兵营里面，虽然说双方人口几乎差不多，但是对于人类来说，他的这样一支部队政治战能力相当强，同时也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小白的这样一个小白流似乎真的是很难能够有所作为。人类这支部队啊，有战士有法师，而且他有个很强的补给能力，对，所以说对于小白来说，他的这样一支部队就很就像相当的不科学，没有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攻守的组合，所以说就挨打的话没有人能挨得了打，攻击的话也没有人，他的攻击仅仅只能依靠攻击的话只能依靠自己双英雄的一个面杀伤魔法，但是伴随着对方部队越来越多，他的面杀伤魔法的效果会越来越少，就是摆上了一个狼藉，那这盘打到现在对于小白来说基本上是不能够玩，接下来说小白胜算比较大呢，对，只能说小白这一次是过于，就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人类做的相当的差，其实很多地方你看这个女巫等会儿还好是顺利的拉开，那还没有拉走这女巫要被射死了呀，被地洞里的农民射死了，还好并没有死成，结果回来这个女巫第一时间一根闪电链带她走，还并没有选择闪电链，应该没有了魔法，这好像是强链把自己的牛头练到了三级，哦哟，这个女巫要死了，这个非常爽，死在冲击波下，对，这个时候人类该找机会吃张曼普，已经吃了下去，但只吃到了一个人，这样的话形势对于小白来说还是有的打，找机会放冲击波，这个冲击波效果还比较不错，先只有没有闪电链，还差那么一下，其实这个时候啊，还是一个闪电链是电光了对方几乎所有的法师部队，但是人类新的一轮兵居然没接上来，哎呀，兵脱节，刚才是忘记接了，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兵里面囤了很多的兵，那这个时候人类的战场能力还是相当强，随着现在小白打出了奇迹，小白还是打出了奇迹，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确定小白成为这样一次 WCG 北京赛区的一个第三名，这样的话张志涛。